成千上万人热情拍手欢呼，看这场景就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即将现身。18号，金正恩召集人民军军医部队所有人，感谢他们在防疫期间的努力，让北韩用短短三个月就能战胜疫情。나라가위급상황에처했을때전쟁을위하여준비된인민군대군의부분이제일선에진입한것자체가전국의비상방역분위기에힘심을주고但才讲没两句话，台下官兵一个个眼泪掉不停，哭到眼睛和鼻子全都涨红。金正恩也趁势打起温情牌。동무들에게정말미안한마음입니다동무들건강동무들의안녕또한나에게는하나도잃을수없는피와살점과같기에全场哭成一片泪海，金正恩更特别表扬表现优异的军官，而这样的激情演出，北韩从上到下都得来一次。不过在两韩交界的开城，还是坚持维持高强度防疫，因为认定南韩就是老鼠屎，病毒意外成为北韩大内宣的好机会，却也让朝鲜半岛裂痕更加难以修复。三立新闻双报道。